山吹过，才知影什么是生活。北风若落山，水牛就爱休困，落山风的土地，听着阮生活的风飞沙。不管海风安那吹，半山的红枕头，点点美丽涂脚头，来甲阮咪相吹，好嘞嘞，辛苦苦，做事人啊。咱来秋天的风飞沙吹过，不管海风安那吹，百年的歌声，同款点点啊徛伫遐，唱彼段思乡语，好嘞嘞。做实人啊，等待冬天的落山风吹过。啊，恁在看啥？下班咱唔紧转去，看遐尔认真。你看，这足感动人个呢。管过去的人，甲受过的人，一见面就揽做伙遐哭呢。我刚才看到报纸，我就足感动个。哎，阿长，这敢是组织班的活动？你敢有去？最近较无闲啊。恁真正足了不起的呢。不过，我听讲也是有人配对到，但是安怎讲就是唔肯管。这敢真实嘞？为什么啊？我嘛唔知，大概是无这缘分吧。妈，你回来啊！啊，你今天来回来？我都明仔载无考啊，考试嘛考了啊，啊，都回来陪你啊。安尼嘛好啦，有一个人哦陪我开讲，我嘛较轻松啊。啊，你搁伫咧烦恼小弟的代志哦？阿姨的代志，毋就是我的代志。你爱想较开的啦，恁两个出发点拢是好的啊，无应该不甲两个人拢无欢喜啦。毋是我爱生气呢，这种代志吼，你要做妈妈就知影啦。我还是做妈妈，我早就陪伊去管啊。啊，你讲啥？无啦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做后生的一定要体谅妈妈的心情，袂用乌白来。恁两个拢同款啊，一个吼敢那了我生气，啊一个呢，就负责讲好听的话啦，根本就无把这个妈妈放在眼内啦。哪有啦？恁弟弟讲了无唔对啦，啊！我是感觉嘛，你推古娟古娟，啊，结果嘞，煞无我家己好事去管啦。啊，我那是不是循规蹈矩啊？是不是真做唔对啊？无啦嘛，莫想伤多啦。不管安怎讲，你都是为阮好呢。喂，哦，你稍等一下哦，妈这里。喂，海星。无啦，恁误会啊啦，这件代志哦，阮搁咧参详啦。歹，对啦，歹势啦，啊，囡仔人乌白讲，你莫听伊的啦。我是妈妈啦，我讲的才准算。是啦，歹势歹势吼。上卡来。便利啦，
病院。因直接送去病院啦，我要赶去找。啊，即摆人敲电话来啊啦，问伊说伊要时阵要去体检啦。我倒叫伊莫冲动，是你不叫你唔听话。安怎啦？啊，你真正真正走去管，我真正用心拢袂了工啊。好啦妈，你先莫紧张啦。我想吼，代志可能唔是你想的安尼啦。咱先找伊问下清楚，再搁讲好不好？走去倒位啦？现在电话拢无爱接哈。我拢要转来，是安怎要加开钱？你要现在要开机？我无开机，是我的手机啊无电。等一下啦，我还袂讲啥啦。讲啥啦？你哪样偷偷走去病院，讲要捐骨髓哈？我是成年人，我有投票权，我会使决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你凭啥物阻挡我啦？凭啥物？凭我是你妈妈啦。妈。我已经二十一岁啊，你袂使让我把我当作是囡仔啊！二十一岁了不起哦，你家己想看卖啦！你食的、你用的，啊，你搁你的学费，谁付你的哈？好啊，你若是无爱还我钱，我嘛是再活落去啊。上济就是小学去吹头路啊，不过过了偌辛苦，我让你捐骨髓啦。我知捐骨髓是好代志，嘛知影讲救人袂用个值，也毋过我想着要予我个囡仔去捐，我真正足惊个。我知影，你足辛苦，将两个囡仔抚养大汉，伊毋但身体健康，啊，而且佫真捌代志，人格教养拢真好。我感觉吼，你真正是做了不起个。迄是我对因较严格啦。严格要求小宝唔对啊，严哥，你妈拢已经大汉啦，咱嘛应该相信伊有分辨代志好歹的能力。只要是对的代志，咱嘛应该尊重伊啊。我尊重伊，啊，啥物人来尊重我？伊若是无尊重你吼，早就去管啊，啊，搁会当阿即嘛？伊安尼做吼，连我拢会当理解。因为这是有时效性的呢，啊，若搁再慢都袂赴啊！啊，你讲明星看到遗憾代志发生，我就是无忍心，我的压力才遮尔啊大啊。较早吼做决定，效果是咱承担，啊，即摆互你啊家己做决定，结果不管是好是歹，伊嘛爱学会晓承担起来，为家己的决定负责任。这才是教育。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啊，囡仔拢大汉啊，我嘛无可能管因一世人啊。就是啊，
啊，为了一件代志吼，不管今仔原来原去，吵吵出来对不对安尼啊？不如大家祝福，让大家拢安心。啊，而且这嘛是一件好代志啊，你讲对无？妈，你回来哦。 你妈哩，小夜班哦。啊，你哪伫咧厝诶？我廖总讲你去爬山咧。听你诶话啊。上好啦，媳妇讲红太白来啦，廖总讲我毋知哦，搁伫遐过。好啦妈，你食看卖啊，这是阮学校遐最有名诶甜点，我排队排了足久诶。你啊，来。你廖总讲我呢就袂生气了啦。哎呦妈，是诶啦，我是有甲病人落毛毋着，啊，毋过想想诶。 啊，是感觉无啥好，所以就甲伊去拖。啊，你拢去啊，所以想要做诶代志着好啊，是讲你拖啥？我先想讲吼，虽然是做好代志，啊，毋过互妈妈烦恼，就失去做好代志意义啦。这恁阿姊甲你安尼讲会着无？无啦，我家己安尼感觉啦。你会用安尼想哦，妈妈足欢喜诶啦。妈。 所以，关酷脆的代志，咱让你看到好无？我伫咧病院上班，看的比你搁较济。关酷脆对身体健康根本就无影响。好，莫搁讲啊！为着这件代志，我已经烦恼到一点仔气力拢无啊！你先让妈妈休困一下，啊，等我若想清楚才甲你讲好无？ 迄天我有看到曾玉师姐，啊，伊规个人拢散落，互人看到足毋甘的。所有的妈妈，我听像家己囡仔，不管啥物身份、啥物工作，拢共款啊。啊，毋过，啊，你讲家己的囡仔，逐个倽无笑啊，嘛是足侪人欢欢喜喜去捐骨髓，啊，无安怎啊？每一个人环境拢无共啊。 咱袂用要求吼，大家想法甲咱共款。毋是我袂晓替人想，是即种代志哦，你若无看较开的，但是加痛苦啊。你即摆讲起来是真简单啦，安尼亲身拄着吼，迄个无共啊啦。啊，事实就是遮尔简单，迄常常哦，拢是因为人对感情，啊，搁有亲情放袂落，代志毋才会愈不如复杂。 咱人啊，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因为这份感情，对无？嘿啦嘿啦，迄若讲道理哦，你上敖。最近佩如敢若较少敲电话转来哦。有啊，伊昨则敲电话转来，是你无伫啊。唉，一个人哦，伫迄边，毋知惯势袂。 啊，就一直讲，北部遐天气哦，又搁湿又搁冷，没关系啊。那安尼，我连工哦，来买一台除湿机好啊。啊，啊，搁有啦，伊讲伊接行政的工作，啊，教学组长啊，啊，除了教册哦，搁爱做一寡有诶无诶，实在足忝诶。无法度啦。 已经哦，细间学校住院有限啊，最后嘛是爱靠家己啦。我有叫伊爱食饱，啊天气若冷吼，都爱加穿衫，毋通敢若故作是袂记照顾家己的身体。啊，伊佫应我，讲哦，伊身体真好，叫我加照顾你，讲你工作很累，爱加休困。伊哦，嘛是做老师了。 才知影做老师真正无简单啊。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 I am watching TV. I am watching.
What are you d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 I am eating lunch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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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，很好。课文就念到这里，那我们来发考卷吧。王大福。哟。王大福，你考这个分数都不会难过吗？不会啊。来，告诉老师，这怎么念？鸡。这是居。来，你念三遍。鸡鸡鸡。告诉老师，谁教你这么念的？我阿公啊，我阿公说，鸡就是公鸡的鸡，西就是西瓜的西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谢谢老师。各位同学，这一次的考试很简单，但是大家都考不好哦。连简单的单字都不背，怎么行呢？还有啊，发音一定要练好，不然以后要怎么读怎么写，知道吗？大家一起加油哦！游山梅、蔡炳佑、庄老师，哦，你还在忙啊？对啊，好多事情忙都忙不完。需要帮忙吗？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这些东西都是我该负责的，怎么好意思让你帮我啊？谢谢。先坐一下。啊，好。资料都在里面了，你帮我整理一下。这些你应该都会吧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再问我就好了。谢谢哦。庄老师，真的很谢谢你，你来帮忙还让你请客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小事情啦。要不是陈老师哦，你可能就要忙到天亮了。你好意思说啊？哎呦，你别怪他啦。其实林老师人很好，又很热心，只是比较不会讲话。他其实很想帮你。我知道啦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小笑就是这样啊，不像大笑，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三四个人分摊，这里就只有你。嗯，也没办法啊。不过你也别紧张啊，这些行政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只是比较杂，你可以先分类好，然后分轻重缓急，一步一步来，很快就做完了。就是啊，陈老师一来后，不用一个小时就全部都。你们一个斗六来的，一个恒春来的，都是出外人，
有空可以来我家，比较不会无聊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都是平时毕业的，互相照顾应该的。那就谢谢学姐喽。不客气。吃啊吃啊，赶快吃。今天真的很抱歉。没事啦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。那就好。你平常带学生都这样吗？都那么严肃，不太爱讲话。对啊。那怎么行？这样不是会跟学生产生距离感吗？他们会以为我很凶，所以不敢乱来，很守规矩啊。No, 时代已经不同了，现在的小朋友想法也比较不一样，我觉得你需要改变。我吗？改变什么？譬如变得比较活泼啊，这样小朋友也会比较喜欢你啊。还好吗？没事没事。真的没事吗？在办公室我就听你一直在咳。大概是因为水土不服吧，一上来就这样，过一阵子就会比较好。我觉得你还是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。不用啦，我身体可强壮得很。What color is it? It's red. 小朋友们，我们打起精神好不好？ It's red.王大福，王大福，哎，起来了，你站起来。老师刚刚念什么？严正威，你起来。老师刚刚念什么？你们两个坐下。小朋友，这样子不行哦，老师都教了好几遍了，回去作业也不写，上课又不认真，你们这样以后怎么办啊？不如这样吧，大家把课本合起来，到外面集合。排好队哦，往前走，不要落队。大家打起精神嘛，我们来散散步。那个花圃那边集合，前面花圃集合。集合集合。就是因为之前那一件事，我爸他那里丢我。好，大家听老师这边。听好了。学英文就像我们平常讲话一样，是很生活化的，不是为了考试，也不用死背哦。只要多练习就好了。我们来试试好不好？好。好。Here is a garden. Here is a garden. Look at those flowers. Look at the flower. It's orange. It's orange.老师，这招没用啦，之前的老师就用过这招了。老师不一样，大家听好哦，谁能够记得老师今天教的，今天回去就不用写作业。耶、yeah! ！好，那叶子什么颜色 ？Green。所以要说 It's green。
我知啦。你讲我一点仔时间考虑一下好无？好啦，好，先安尼吼，再见。妈，又是古娟的事故哦。对啊，啊本来吼三天卡一通啦，即马变一天哦，卡三通啦。你嘛知影这种代志都是抢时间啊。我真正最想要甲伊记出来。妈，你知影啥物代志应该做，啥物代志无应该做，应该互伊家己管定啦。袂用的啦，啊是安怎袂用去听我一解？因为伊知影将心比心，伊无希望发生啥物危害的代志啊。你家己家己讲好就好啊啦，这甲你无关系啦。妈，我老实甲你讲啦。两年前，我一定伫咧校校附近抽血建档啊！哈？而且报告未进，伊嘛通知我已经配对成功啊！那是去倒位建档啦？啊，搁配对到啊？嘛是慈济的活动啊！我只是无甲你讲尔。所以你拍算去管哦？啊，唔管我哪甲你哪要去管着啊？我想要管嘛无法度啊啦！已经没有啊，你人已经走啊，已经没有。那艰苦啊啦！我哈都记住，我真正都艰苦的。这十万分之一的机会，你两个在遐尔短时间拢配对着啊！你讲的真的是天意，是我的不对，是我较早去的，伊都袂走啊。好啦，知啦，我知啦。妈妈答应你，会顾好这个遗憾的代志发生啊。好。就要先欠香，才会好吃，知无？你敢会想要？好吃嘛，最重要的啊！真哦，等你以后做妈妈，你就知影啦。看你这么忝吼，我都无想要做人妈妈啦。好啊，我看我得卖嫁啊啦，老爹厝内底有孝话陪我好啊。安尼哦，我也是迄个人话啦。你哦。啊！恁弟弟是搁走去倒位哈？安尼到即摆还袂转来？唔知呢，我靠伊。哦。无开机呢？是哦，不要紧啦，搁等伊一下好啊啦。伊有答应讲要转来食饭啊，就一定会转来啦。就要的。搁忍耐一下啦，哈。靠，你够是古卷师姐卡来呀！安尼我来接。喂，我是啥？出车祸？啊，人有安怎无？啊，倒一个病院啊？上啦，什么车祸啦？妈。病院下来，讲小弟出车祸啦，人即马伫咧病院啦，啊你要安怎啦？好啦，你先莫紧张，我先问一下啦。对啊。哎，阿长，你今仔日去倒啊？阮囝咧啦。你囝？拄啊有人敲电话来，讲我小弟出车祸，人送来遮啦，伊叫做吼。爸。哦。
是电视收无呢，你到底伫咧创啥？我过马路的时阵，一边看手机啊，害人骑车跌倒，认为是我的不对，所以硬要送伊来病院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爱讲啊清楚？我着手机啊歹去啊嘛，啊，搁麻烦司机替我敲电话，哪会知影要甲安尼？啊，对方有安怎无啦？应该是无安怎啦，一点仔擦伤尔，药啊包包就好。你敢知影阮有偌烦恼？哎呦，妈，你别烦恼啦，我吉人自有天相呢，你放心哈。啊，怎啦？病都插你啊啦！看你有话，我照顾你家己啦。搁想要叫妈放心哦。搁怪我吼，把你当作小学生呐！哎呦妈，是的啊。好妈，你看伊啦，搁有生伫遐讲生笑呢。啊，你啥讲的金孙厝内底幸福的，你家己活着你爱知啦。啊，妈呢后三不五时就安尼甲我吓惊，我心脏搁再好嘛袂堪的啦。妈，伊知啦，伊平常时拢真细腻啊。只是最近有代志在操烦啦，搁是关顾出的代志对无？妈，这项代志只要袂搁拖啦，就参照你讲的啦。好啊，免讲啦，我替你讲啦。即马有一个人嘛是人阿公的金孙厝内底的香火，啊，即马吼咧甲死神咧抢时间足紧急的，咱吼着爱将心比心，免见死不救。你想要安尼讲对无？妈，这你比我搁较清楚呢。你读高中的时阵你妈妈挂着咧推古筝啊啦，这是真的。这么多年，只要有古筝的活动，妈无一届无去参加。好啊，免讲遐尔济啊，你要去哦，就紧去啦。去对啦。嗯，啊，你毋是要去关骨髓？妈，你带呐？对啦，啊，你阿姊的代志吼，你妈应该拢知影。咱哦，免讲有这种危险的代志发生啊啦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你一定爱知啦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静静妈妈会遐尔啊阻挡你，迄是因为讲吼，你自细汉。妈，我知影啦。因为自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身体就无好啦，徛伫妈妈的立场吼，你的烦恼是正常的。你知就好啦。好啦，妈，我答应你。为今仔日开始，不管什么时阵，伫咧什么所在，我拢会好好照顾我家己，袂阁予你烦恼啊！吼，就你讲的哦。嗯。好啦。是阮们病院的社工师转过来的，啊，大部分吼拢是独居老人啊，啊，有的吼，村长有去去看过啊，啊，不过有的搁还袂去。这两天吼，我爱去做访视，比较困难的爱先去看。啊，那安尼吼，就是麻烦大家啊，我等一下搁有代志，就先来等啊，哈。啊，你要倒去病院哦？不是啦，啊吼，甲阮囝约好啊，等一下要去赶车，陪去华联关骨髓啦。啊！你讲好啊！讲。天意师姐，你做的决定哦，真正是健康、勇敢的啦。对啊，我有这么大的福报，当救下一命，我真正足幸运，你活过来。
无啦，啊，这本来就应该做的啊，我拖到今麦才做吼，我已经感觉就歹势啊。那会会啦，只要愿意做吼，永远就袂嫌我。就是啊，你进去。好，啊，那恁就麻烦大家啊，我就先来走。走你去。哎，娟玉师姐吼，真正是无简单嘞。爱徛在做妈妈的立场关心后生，啊，搁爱徛在医护的立场去替顾娟啊。就是啊，迄种压力吼，我做是我，我也袂堪接啦。不管安怎讲，代志总是圆满啊。对啦，安尼哦，大家欢欢喜喜，吼。啊，这个箱仔是要做啥？哦，迄是要等下要回收的废纸啦，等下搬出去。唔免等啦，我来顺手。哎，方师兄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来，坐坐。坐。无代志啦，只是头晕。先坐咧，先坐哦，哎。休困一下吼，无急无急，哎，饮些水。来，休困一下。爸爸来。可能吼，最近厂内底吼，代志较无闲啊，然后较忝啊。啊，家己的身体吼，爱照顾好啦。咱食到这年岁啊，有时间都爱去病院做一下检查的，有好无歹。好啦，我知道。王大福，你这次考几分？考得好不好？不知道哎，考卷还没有发。那上次呢？好像是二十几的样子吧。那你要考几分呢？我考九十。那数学呢？92啊。哇，你什么都记得你的分数啊？我都不记得我的分数。哦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小朋友好。老师，你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躲雨啊。那你的雨伞呢？老师今天忘了带伞。老师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看到阴天就要记得带伞啊。刚刚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啊，哪知道这里就下下停停的。不然你先用我的吧。好，那你呢？我跟同学走一起就好啦。好吧，谢谢哦。老师要快一点哦，要迟到了。陈子宁，等等我啦。那我们来发考卷吧。王大福，哟，不错哦。你终于及格了，谢谢老师。等一下，王大福，这怎么念 ？G A B C D E F G， 很好，你进步很多哦，但要继续加油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这是给你的进步奖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太棒了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认真一点，好好学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奖品哦。大家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下个月有朗读比赛，其他学校的也会来。那其实很简单，都是我们学过的。有谁要参加？我。刚刚有来，他说你上次的教学观摩做得很好，连校长都称赞哦。那是要怎样？要给我加薪，还是给我放假？怎么可能？他只是要提醒你，每一科的课程规划还有教学评量都很重要，所以
动作要快哦。就知道。啊，不过如果你忙不过来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有一个人一定会帮你。谁啊？我啊。你。算了吧，你只会帮倒忙，我还是靠自己就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上次真的是意外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了。好啦，没事啊，开玩笑的啦。老师，王大福从楼梯上摔下去了。在哪里？带我去，带我去。护士老师刚好去开会，也真会挑时间耶。你再玩吧，讲过多少次，上下楼梯可以这样跑的吗？告诉老师，什么事情那么急，一定要跑的啊？陈冠雄要抢我的绘本，那有什么关系？老师不是常说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吗？可是那是我的宝贝耶，我怕他不还。不会啦，如果他不还的话，老师再买一本送你就好啦。答应老师，以后不可以在楼梯间乱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对小孩真有耐心。当然啊，谁像你啊那么凶，动不动就骂人。不严肃一点哦，他们哪会记得住？不会啦，现在的小朋友，你好好跟他讲。他是会听的，时代不同了，脑袋也要跟着改变，知道吗？认真处理问题跟脑袋进不进步有什么关系啊？跟十岁小朋友相处，不能用脑，要用心。不能用脑，要用心。嗯。王老师，你怎么还在咳啊？还好吧？没事啊，工作很重要，身体还是要顾啊。你这样一直咳哦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不会啦，只是一点小毛病而已。啊，我上次给你的陈皮梅你有吃吗？吃啦，但好像没什么效哎。是不是天气的关系啊？嗯，我觉得有可能，这里真的好潮湿哦。我到现在还不习惯。最近的天气都是这样，一下出太阳，又一下下雨，你一定不习惯。就是这样子啊，怕我们担心身体不舒服都不说。嗯，我就是知影伊会来这步。你刚检查身体的时阵啊，我就甲对头对到尾。啊，检查结果来怎么样？无安怎啦，只是伤忝，爱加休困。那就好。啊，弟妹嘞？恁弟弟哦，即马住宿舍啦，啊，册拢无好啊读。刚刚，刚刚才要出去佚佗。你妹妹今年要毕业啦，高工伊嘛想要去台北。去台北好啊，台北机会比较多嘛。
么少干的啦？没有，已经好很多了。好很多，啊，好很多，哪够你少啦？顶个讲电话的时阵，有叫你去看医生，还是有去看无？最近就没有时间啊。最近天气比较潮湿啊，方老师你可能会过敏，如果有除湿机应该就会好多了。你真好心，从第一摊吃到这里，我已经很撑了。不会啦，看你的身材就知道你一定还吃得下。你的意思说我很胖吗？其实胖胖的也很可爱。你胖胖的才可爱。走多远才懂体会，人心执着只向前奔走，谁让谁成全，没有什么绝对，回头无所谓后悔，勇气是因为the pure